为了保障您的安全，行走时请注意脚下台阶。游玩时请保管好随身物品，以防丢失。在湖边游览时，请注意您和家人朋友的安全。带小孩的游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，以防跌落水中。在景区内，如遇紧急情况，可拨打电话
这样的。 好大啊，是吧？拍点照片，怎么样？
Thank you.
来，帅哥，哦，那就搞死。来，帅哥，麻烦你给我吃饭了。来，王雪红，站那边。哇，这行真高啊！今天我们那么高的，上不了去。Thank you.
看下面那个景色。到了上面看下面那个景色呀。好，基本上都把下面全部看遍了。
那你说你能看到这里那边你这个门也能照到，我们把它给一个就传了。天很大的时候，就一下子就射下来了。
来吧，自己照一个，游客朋友们，佛顶观清净庄严，请勿大声喧哗，请勿嬉戏打闹，请导游员不要使用空中喇叭，不要使用旗杆触碰艺术作品。小心啊，小心看好地上啊！这个院子的楼梯有点大。
罗兰和斯托的歌。对。元旦那天气我看就这一种。Thank you.
电话给你。
Thank you.
水平更舒服。Thank you.
看一眼吗？看一眼。那你上一层啊？我上去了。好，那我就上一层呗。清朝以后的。我们平常啷晓得噻？你咋不去看看？三块那个婆婆不敢很细。
你大水外头那个，想不到有大水。对，我是三年多了，还是大水，还没看。你来吧。他还水吗？哦。12点集合，12点。就在那个佛顶塔下面，佛顶塔的下面啊。OK， 好。那路上慢慢练练，太高了。又是老的。来，我们来这边呢，快点。